章子怡因《卧虎藏龙》打开全球知名度，出道19年首度接拍陆剧。39岁的她在戏里古装造型仍充满少女感，照片一曝光，网友纷纷大赞逆龄无敌。据外流的片场照，章子怡身穿橘色薄纱，内搭粉红圆点衬衣，黑色长发梳起发髻，雄侧长刘海增添女性魅力。相较于其他古装剧女主角都有华丽发饰，她则是淡妆绑发，更凸显清秀五官。除了冻龄颜值超惊人，眼尖的大家更发现剧照还出现偶像剧男神杨佑宁，他在剧中扮演章子怡的青梅竹马。究竟两人和男主角周奕玮会有怎样的精彩互动，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